到临死之前了，他悟出一什么道理呢？人到老来万事空，俩人的关系就是两条，不是好变化。坏了之后，他完全掌握你。真正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悟、度、数。谁要能做到这点，那是人上人。人的悟性啊，跟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。刚才我举那个牛顿的定律，苹果掉在地上，你要别人就悟不出来，谁琢磨那神经病？这个，他就悟出来道理什么？万有引力。哎，对。这个悟性啊，这人的一生都是在悟，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人的生活都需要悟性。对，人的悟性不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在自然科学有很多不解之谜，社会上也有，比方说这个实体店怎么不这么好了？人家有那个悟性上，这是电商造成的结果，所以不行了。农村在古代没有文化，打雷打闪，他说是雷公电母，还有坟地里鬼火，哎呦，那是闹鬼。实际不是，他不知道这个道理。悟性就是慢慢理解他真正的东西是什么。哎，这个悟性，通过事物的现象看它的本质，叫悟性。对，就说呀。人这一生一直到老，到离开人世，都需要悟性。对，你假如说这人到临死之前了，他悟出一什么道理呢？人到老来万事空，他悟出这道理，什么代表？他有些东西看到表面，他不知道什么道理。哎，这悟性很重要。还有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都要掌握好个度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比如人的生命在于运动，你过度运动也不行。对，哎，你说我不运动也不行，说我吃饭10匙就是饱，我吃12匙那我受不了，我吃9匙8匙又达不到，需要专家告诉你，根据体质、年龄、运动量到什么合适，这就是个度，度啊是在万事都得有个度。说话不说不成，说多了不能，说错不能，人的关系太远累不长，太近累不长，越近越麻烦。为什么？原来时候不接近，你看都是表面现象，都是光鲜的一面，说话都是人情道理事故。你一接近，他的毛病、缺点就暴露出来了。另外，俩人的利益终究是不一致，他利益能一致吗？另外，很容易发现你的弱点，你的软肋在哪？这个事情啊，一分为二。关系可好也可坏，你不能光想好。你坏了吗？坏了怎么办呢？他把你的软肋、你的失误点，他都知道。一旦俩人闹翻了，比你不认识的人还王道，还王道。你犯过什么错，在生活上有什么失误，他都知道。又学了一门学问了。这个俩人近的时候也要防备，不能什么都说。是啊。这个交朋友、老乡、同学，你进了，你要把你在法律上失误，在这个生活上的失误，和你的现在的经济情况，你要都说了，那麻烦了。俩人的关系就是两条，不是好变化。坏了之后，他完全掌握你。一旦翻脸了，你要上升了，他拍你，接近你，利用你，嫉妒你。你要是出地步了，他才疏远你。你要跟他闹翻了，他利用你的说话的短处攻击，攻击，攻击你。嗯。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啊，多近你得防卫处。人和人的关系不是好便是坏。你光想好，你没想到坏那时候呢。尤其工作单位有多香就有多臭，有多近就有多远，还有你比他高了，你比他低了，都不成。是，一是度，嗯，远近的度。防卫他翻脸的时候，我让你抓不着我的这个弱点，我软了让你抓不着。还有一个恕啊，是宽容之心。宽容，不宽容，你看的都是些个自私、残忍、鸡毛蒜皮，你什么事儿也干不了。必须啊，觉得正常，要包容、宽容这社会上的自私、卑鄙、贪婪，人性就这样。人家举这么例子，说我在一层楼看的都是鸡毛蒜皮，人间的那琐事，我住在20层楼，那些琐事基本没有了，看都是远的高山、蓝天、白云。哎，对，这就是格局。和眼界不一样，哎，对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都陷入整天埋怨、牢骚、东家长西家长，三个大糖俩大豆，这人他能做大事才怪了呢。
谁谁说你不好，这气得浑身哆嗦，睡不着觉。事业上稍一次失败，这然后就灰心丧气。嗯，这种人能成大事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说他必须得呀，虚怀阔阔。大爷，您年轻的时候，在这三点上，您有没有过失误？读书读呆了，人际关系上根本就不接触，不接触，不接触啊，最后就孤立。人和人之间需要啊，沟通礼节。如果你封闭起来，跟人不接近，容易孤立。哦，就说您在人际交往这方面做的不太够，不太够。嗯，就是说不够一个度，这个悟那个多了。比如说对社会不了解，我认为我只要读书，做一业务，我就能领导提拔我。哎，实际不是，那些个能说会道，文化值也不高，但是他会搞这个人际关系。哎。能说会道、善于琢磨人的人，哎，他起来了。哎，等明白了，到这岁数明白了，哎呦，光读书是不行的，你还注意沟通、社交、人情世故。你要不注意这个，影响你的前途和事业。这就是我现在的悟，悟出来完了。嗯，这个术啊，就是什么？原来形容下来，谁谁水性玄化，或者受人挤的，就很生气，容不得半点的不爱听的话。对社会的宽容，心胸博大，嗯，它影响我的前途。您现在已经悟出来这些道理，您把自己的悟出来的人生道理、人生经验都记下来了，分享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们。啊，这都是，这都是哈，都写出来了。这个呀，它跟我生活上得有关系，有关系。而且这是我晚年时候悟出这些个道理。哦，这些个道理的确是我在这方面吃的亏、上的当。就说度、数。如果一个人运用了一半，那这人都了不得。北京西城大爷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，总结出了人生应该做好的三个字：悟、度和数。老人家的观点您赞同吗？对此您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看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瑞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